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的，来玩这款异世界之旅。好，我是下载 Steam 版本，应该也就 Steam 版本吧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手游版本。那哇，伺服器好多啊，这是赛季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去哪一个，都显示拥挤。选择地区 SOG 游戏啦，就二次元 SOG， 大部分 SOG 都是做成三国嘛，或是各个国家啦，随便选一个哦、喔，我也不知道。好，嗨，城主大人，欢迎来到异世界。我是圣骑士团第二骑士阿古利亚，异世界的生活可并不简单。为了更，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市政厅。城主大人，选择升级选项，再点击升级按。哇，干得漂亮！哦，这是什么声音？似乎是从城外传来的。城主大人，我们赶紧去看看。好，野外是叛逆。城主大人。我首先要点击此处的英雄按钮，再点击编队选，再点击配置按钮，然后将英雄投动到指定位置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好的，不错。哇哦，好，美少女了，太棒了，美少女。现在让我们点击完成配置按钮。就兽耳娘。好了，现在我们需要让英雄们携带，请点击这里的加号，请选择一种士兵。不是语音，声音的大小，声我还不能点击确定按钮，干得漂亮。请选择一种士兵。好，可以配置士兵。点击确定按钮，非常好。配置兵种。请选择一种。点击确定。好了，这边是用骑兵的。选择完毕。哇哦，太棒了！哇，这么多。英雄们已携带了士兵。哎，两千五，现在可以点击关闭按钮了。一切准备就绪。城主大人，超多人。战士们都发现目标，再点击开始攻。选择一支要进攻的部。报告城主大人，选中的部队已经出发。以前我玩过二次元式的 SOG 游戏，以前是玩那个网页游戏。恭喜城主大人，首战告捷。就上班的时候都开偷开网页出来玩。物资奖励，您的胜利已被记录在选择一下。那现在这种游戏手游上也很多嘛。好了，现在让城主大人点击返回按钮，或者是一些欧美的，将会在回城后立即恢复为健康状态。而受到重伤的士兵，则需要前往医院。进行进一步的治疗。城主大人，我们也赶紧一起回去吧。这里就是我们的医院了。从他的语音听起来像是那个大陆的。可以，接下来口音让我们。太好了，城主大人，看这边。讲话比较卷舌一点。这边是您需要处理的日常事务。想要经营好一座城市，就玩这个主线任务。处理好这些，是身为城主大。城主大人，好，今天阿古利亚。可惜的，阿古利亚。OK， 完成了，没事做，我们可以干嘛？可以下线了，没有开玩笑的。好，这聊天室的，哦哟，我嘞他吉尼，这巴沙万那伊是有一些国外玩家吧，然后你必须要翻译一下世界频道、区域频道、联盟频道、私聊频道、公共频道。然后我们先找到设定吧，好不好？不知道设定在哪里。新手，新手。为什么我是女生的形象？虽然我是喜欢用女生形象，没错啦。他的这个界面就很手游，我觉得很手游，很多手游都长这样，手游的 SL 就长这样。繁荣度无敏什么的。我还在认真找，但是找不到。我真的还在认真找。哎、欸，私はずっとあなた様のそばにいますから。怎么突然那个来个讲日文的？你看这个羊有没有？这个羊，这个就人民币吧，是不是？怎么用人民币呀、啊？你用人民币，我怎么处置的、啊？就这个游戏我好像玩过哎、欸，是名称不太一样啊。是玩过手游版本啊，我再找一下。
因为我就那个 Steam 上面找一些免费游戏啊。城主大人，这个、是六月获得了一个新的英雄卡道具，现在让我们来学习如何分解英雄，获得技能。首先，让我们点击背包按钮，再点击其他按钮，选择英雄卡道，点击使用按，点击任意处关闭，选择技能，点击使用最大，点击使用。好啦，现在让我们点击英雄按，选择英雄卡，点击分解按，选择一个技，再次点击，点击确定，获取技能成功。啊，被分解了，好可怜。哎，我找一下好了，我暂停一下，我来找一下设定在哪里。结果马上就找到了，在这边啦、啊，这边就是我刚点进来，我想要在这边找嘛，没找到，然后放在这边设置在这个位置。好，语言的话你可以改繁中，然后要重启吧，因为我们是台湾玩家嘛。然后音乐小声一点，音效也可以小声一点，我觉得音效有点大声，就是那个讲话的声音吧，是不是？然后这样没有改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要重来啊？我重开一下，我重开一下。重开重开。好 ，Steam 游戏。那好了，伺服器二钢铁意志最终哈姆，就来吧。那果然已经变繁中了啦哦。这个应该是格子状吧，就你可以自由建造，这个游戏是可以自由建造的。好，我们跟着任务做啊，这种游戏我玩很多啊，那个三国游戏玩超多的嘛。拥有一个四级英雄，建立一个联盟中心，你就建造吧。盖在哪里？盖在哪里好？我不知道啊，尽量不要挡到吧。不要挡到你的路啊，那人民才可以走来走去。联盟中心应该是加入工会吧，马上加入工会，然后大家互相帮忙加速啊，有可能是这样。好，随便加一个啊。这边玫瑰之士、哦、为什么点了没反应啊，奇怪。哦，有个反应是不是这个点的看不出来，我点这个、欸看不出来，这个颜色看不太出啊。联盟公告，这么认真哦，你们打那么多字哦，这个联盟的会长这么认真哦，每天有这些玩法是不是？关卡争夺战、小型城市争夺战、大型城市争夺战、王城争夺战。哦，没有啊，联盟公告大家都一样哎、欸，号长一样哎、欸。萌新注意，萌新注意。哎、欸，为什么都这样子啊？奇怪。还是大家复制贴上，把别人的那个公告给复制贴上。因为你们看这边有人没有啊，有的人没有啊，有的人不一样啊，所以那可能是复制贴上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新伺服器啊，那就加入了。繁荣度，盟主是这个伊德海拉，领土里啊，135%，这种就是国。各个国家的玩家都一起玩，所以你就他那个翻译对话才会有翻译嘛。这个是联盟频道，现在没人。区域有没有有一些简体字？有没有？不一定是大陆人啦，简体字有些马来西亚人也会用简体字啊。好，科技研究，哇嘞！从上面开始研究下来吧，那也是中规中矩啊，经济、军事、贸易三种。这个通常都是有的游戏会做成是你那个主攻啊、君主的技能，但他这个没有，就是这样，经济、军事跟贸易。这个应该是加速吧，就是请那个谁帮你加速，请那个联盟的盟友。因为别的游戏也是这样搞的啊，大家都这样搞嘛，就是你可以请大家帮忙加速一下。
有的可以啊，比如说建筑物什么的吧。实用，实用，好，可以。好，居民楼，居民楼，这个居民楼的意思就是大陆人会这样讲，他们会讲什么居民楼、写字楼。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写字楼，你们知道吗？写字楼就是那个办公大楼啦，就是我们台湾讲的一些办公大楼啊，他们就叫写字楼。我们就有一些商业大楼嘛，不是我会出租一些办公室嘛，给一些企业用。以前我们公司也是啊，租两层楼吧，小公司啊。有一间我之前入职一个算小公司吧，50人到100个人算小公司吧。就一个楼层是用仓库，一个楼层是办公的，然后办公那个楼层有分那个制造做东西的，还有研发干嘛的，就是一整个楼层嘛。那个楼层很大，面积很大，因为通常一个楼层可能就是可以租给好几个公司吧。那如果你租下一个楼层的话，就可以做很多事啊。好，居民楼这边还在做主线，它怎么没有分章节啊？有的游戏会分章节说，就第一章百废待兴，第二章什么玄隐人，我乱讲的，反正就那样子。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四章这样，第三、第四章一直弄下去，将建筑学院升到二级，然后升级1分钟后，好，训练士兵，先按按吧。进行5次联盟，帮助联盟，这个联盟，我要帮人家怎么帮？通常都要帮人家一下，他们提示我们可以帮啊，怎么没有？还要再训练哦，加速一下吧。要500啊！帮助某种点没反应，没有教学，你直接点进来看看。联盟中心，这个箭头是什么？不是啊，这是升级啊。我的联盟嘞，联盟，那帮忙的啊？啊，不会用，不会用，他一定会跳出来啊！还是说现在没有人要我帮忙？可恶，没有人要我帮忙，是不是？嗨嗨嗨嗨，这个是那个抽角色，就二次元美少女的 SOG 卡牌嘛。以前玩过类似的、啊，我刚刚有讲嘛，就网页游戏，网页版的，也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野外吧，就打打野怪、啊。周围的玩家在哪里？这种不用换据点的，有的游戏是你加入那个联盟之后，他问你要不要换据点，免费换据点。这个野外好像还是我的地图啊，这个野外应该还是算我的。你看这边野外还有城墙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还是没有到世界去，是不是？只是先到野外而已，还没有跳到世界地图去哦。目前我不会跳，哦，没办法，新手啊。我们再稍微玩一下吧。嗨嗨。继续招募是不是？啊，没有了，怎么办？购买，半价。你看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说，使用冒险者邀请函。不够了，怎么办？还没有钱啊，要花400。优惠特惠499，我们只能继续训练了。设置头像，这个可以换一些，使用。有没有？你可以跳着做任务了，你可以跳着做。击败叛军，我们就过去杀过去，发起攻击，选择队伍。我们部队还没补充是不是？要补充一下。
不会补充。他是在地图上直接互敲互打。啊，自己回来，自己回来。再补充一下我冰原吧。然后这边有一些战报，我就看战报。系统。哎、欸，来来来，招募券在这哦，你要领一下，邮件里面有这个招募券，你这样就可以五连抽。嗨嗨。好，五连抽三星三星，然后这有一个五星三星三星。阿古丽亚 SD。好，抽到了一个妹妹，哦、都是妹妹啊，都是妹妹。OK， 然后我们的部队嘞，部队。补充一下，怎么补充不会？这边一键补充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四千啊，我没那么多部队，我部队要再升啊。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部队升快一点？我们那个是骑兵，对不对？侦查一下，侦查要干嘛？你就什么想要点什么就给他点下去。这个应该是补血治疗吧，因为你部队受伤要治疗。好，四针钉就我们珠宝，珠宝在这边吧。这样是请求人家帮你加速，有没有？有人帮我加速？那我要怎么帮你们加速啊？我也想帮你们加速啊。不知道现在在哪里耶、欸？理论上大家互相加速吧。啊，这个是七天任务吗？七天福利吗？五天？五天嘉年华，好不好？认真做，想玩的话要认真做，这是重点中的重点。啊，是五天哦。开服哦，他这边写开服是24，所以才刚开服，今天是25。刚开服一天而已啊，你们要玩就玩最新服嘛。就如果你玩腻了三国啊，不想玩三国就玩这种美少女就 OK 啦，但是玩法应该是就换皮。我在这里是不是？你刚那个怎么出现的？不知道，太坏了。我的那个主线任务怎么不见了？啊、哦！被我按掉，被我按到这个。拥有两个居民楼，你看啊、哦，我们点这个拥有两个居民楼建造，我要选一下。对对对对，我要选一下。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居民楼都放哪里、啊，这边，你可以尽量摆齐啊。好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刚点这个，他自己跳出我啦。农地有，这个跟那个好像、喔，跟那个僵尸的 S， 我觉得有点像，也是这样子。那不叫什么什么什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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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有点忘记了、欸。我来想一下。好，全面失控哦，全面失控。之前有玩全面失控，也是可以自由布置啊，建造、啊。全面失控还有其他的那种战斗玩法，就打僵尸玩法，有点卡牌战斗这样。这游戏有没有卡牌啊？有没有那个冒险通关玩法、啊？好像没看到哎、欸。他省略那个部分，就是有时候三国会做成那些，你要收集一个卡牌，然后去战斗。什么一只一只的这样通关去打他们那是攻城略地，这样就有点故事模式啊。好，学院要 LB3， 冒险者工会 LB3 LB3 各种前置啊，好不好？这个你有空就要做一些啊，做一下你的部队，这也可以弄一些、啊、学院不够，
我们给他弄一下，这个吧，请求加速吧。有人帮我加速啊？我要帮人家加速没有啊？真的真的，我不知道在哪里的，我傻傻的、啊，我傻傻的、啊。他、啊、这一间入库啊，人内政有没有资源争议？目前状况，就目前的状况，士兵啊，我工兵有一万啊，步兵有一万啊，骑兵比较少，因为骑兵已经配置了，就是我这部队已经配置了嘛。你看这个家有没有？你可以换，没事你就可以换。步兵怎么样？确定，欠补充，这样这个就满出来了，就比较满。先锋统帅啊，这可以直接换吗？副宰，确定。这边有一个小部队啊，八旗攻击，欠打、啊、叛军小队，然后打五场是不是？对啊，这边打五场，我才打两场而已。共进行联盟帮助五次，共同成长，点了没反应啊？不告诉我在哪里？部队受伤了，补血一下。OK， 我现在只能先玩到这边，就是一直做这个任务。哦，然后你这边野外就要把这些，其实这些应该都是我们的啦，是不是？这边看起来都是我们的啦。野外首领，这好像都是我们的怪，因为我，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外城池嘛。你怎么看到世界？我不知道啊，现在我还没有那个功能，就没有办法看到其他玩家。目前是这样，就你是做任务嘛，总要告诉我们。好，我就先玩到这边吧，好不好？评价的话，感觉应该还好吧。这个在 Steam 上面的评价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吧，大多好评啊，900多折，然后褒贬不一60折，褒贬不一就是倒赞啊，不推荐不推荐。好，那这是我们目前的英雄，就一个例会而已啊，连 Life 二例都没有，完全把你省下来。然后这种的，这种就没有语音欸，这种没有语音，这种就有了，应该是分星度吧。你看这个三星可能就没有了，可能要四星以上才有语音。三星没有，这不是那个吗？嘎呜嘎呜，就那个兽娘都这样，嘎呜嘎呜。好，这个可以有点数，我可以分配。还有装备和养成的部分都没有教，我们来这边看，要自己看。跟教学都在外面那边建这个有的没的。那我就先玩到这边吧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